4課、くしゃみ。よく晴れた日に空を見上げると、ハクションとくしゃみが飛び出すことがある。本来、くしゃみは鼻に入った異物を発作的に外に押し出そうとして起こる反射運動である。ほこりなどが鼻に入ったり、冷たい空気を吸い込んだりすることがきっかけになるそうだ。しかし、空を見上げて出るくしゃみは光の反射運動だ。光を取り込んでいる器官は鼻ではなく目なのに、なぜくしゃみが起こるのだろうか。目からの眩しいという刺激が脳に伝わる途中で、なぜか鼻からの刺激と受け取られるからだ。つまり神経の誤作動である。昼間映画館から外へ出た途端にくしゃみが起こるのも同じ理由だ。国内外の調査では、2、3割の人に自覚症状があると言われる。ところで、日本語でくしゃみを表す音は、ハクションが一般的だが、実際の音はどうだろうか。ヘクシュ、ハクショイ、クシュンなど、人によって様々である。面白いことに、くしゃみの音が親子でそっくりであるとか、くしゃみの仕方に男女差があると言われることもあり、くしゃみは社会学的にも興味深い生理現象である。7課、お相撲さんの世界。どんな職業にも大変な面、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来上这一课哈，这个迈向终极第四课，这一课还蛮有趣的哈。好，第一个哈，啊，我要写重点。好，我们的哭虾咪，哭虾咪是打喷嚏的那个喷嚏哈，就哈啾哈，哭虾咪是喷嚏。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句，よく晴れた日，哦，好，我们这个晴れる是天气。晴朗，哦，晴朗叫天气晴朗叫哈雷鲁，哦，天气晴朗叫做哈雷鲁，哦，那你这个优酷是常常还是那个从那个优于变过来的，哦，优于是好嘛，哦，那优于去一加苦加变加，哦，意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所以变优酷哈雷鲁是什么？好好晴朗，好晴朗，还是也可以翻很晴朗。哦，那个日是日子哈，日子啊的那个哪一天哈，所以很晴朗的那一天哦，那它是过去式，哎，过去很晴朗的那一天，哦，你是在这一天。Sora o miyageru 哈，好，我们看一下 miyageru 很简单，这个应该用看也知道。miru 是看 ，ageru 是上去，所以 miyageru 是什么？往上看哦，抬头往上看哦，或者我们叫什么？抬头仰望哦，就是。哦，抬头仰望哦，没有，抬头仰望这个叫尼亚给鲁哦，哦 ，OK， 哦，那这个也可以写凹骨哦，凹骨，凹骨跟尼亚给鲁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把这个哦补充一下哈，哦，好，我们的尼亚给鲁哦，往上看哦，抬头仰望，哦，等于凹骨哦，同义副词哈。哦跟选考一样的哈，哎，好，我们看一下，哦，考这个意思跟哪一个意思比较像？有没有？好，那我把这些补充的单字用红色，这样子比较好区别哦。好，那么再往下看，我们再补充哈，好，往下看叫做 Miolos， Miolos 是从上往下看哦，哎，那也可以翻哦，这个瞧不起人哦。哦 ，mi olos 有往下看，那如果是我们把人往下看，就是瞧不起人。哦，那瞧不起人这个有一个很口语的讲法叫做 hido o bakanisu 哈 ，hido o bakanisu 哈，就是瞧不起人哈，哦，这不是把人当笨蛋哈，哦，这个是瞧不起人。好，写一下。好，写吗？好，在这边 mi olos 是什么？往下看还是瞧不起人？
哦，那西多巴卡尼斯鲁就是哦，就哦瞧不起人哦。那米亚给鲁就等于傲骨，就是往上看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索拉欧米亚给鲁哈，这个米亚给鲁是往上看，所以我们哦往上抬头往上看天空哦哦偷哦说什么？很晴朗的日子，你抬头往上看那个天空就怎样？哦，哈库，哦，哈库熊，哦，哈库，哦，喜哟修修加恩哦，所以哈库熊，偷是指前面哦，偷是指前面，哦，指前面的声音还是指前面的一句话，所以哈库熊，偷库虾米哈，库虾米是打喷嚏，哦，多比大师哈，啊，多比大师，我们这个讲过嘛，你动物加大师等于。哦，东欧大使有开始嘛？东欧大使还有那什么出来嘛？那你这头皮大使就飞出来哈、哦，所以哦就飞出来哦，所以什么意思？哦，你这个库虾米头皮大使是什么？喷嚏飞出来啊！哦，喷嚏就这样咻，喷嚏就喷出来了嘛。哦，那头是指前面嘛？头是哈库熊嘛？所以你发出一个哈库熊的声音哦，然后喷嚏就打出来了哦。好 ，Kodo ga aru 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那个动词 kodo ga aru 或者动词 kodo ma aru 哈 ，OK， 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用红色哈，是什么？好，这个句是有时候哈，有时候偶然会发生什么情况？有时候偶然会发生什么情况？有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哈 ，misei ni， 哦 ，OK， 哦，好，这个你。也可以念 Kitaru， Kitaru 比较稳齁，那你也可以念 Kuru 齁，我们用比较口语的好了。Misei ni Kuru Okaku-san ga okute 齁 ,oi 是很多，那你去一家 kute 齁，我们说推行断句有时候可以当因为来店里的客人太多了齁。那 Tokiniwa 齁，所以 Tokiniwa 是吧，有时候齁，所以有时候就有时候 Shokuji no jigan哦，这个吃饭的时间 ，torenai kodo mo aru 哈 ，kodo mo aru 是有时候哈，有时候偶然怎么样哈，啊、哦，这个 talking 是有时候 ，kodo mo aru 也是有时候。那我们说日文很喜欢两个一样的意思写两次，有点加强语气的效果哈、哦。好，哎，哦，好，那这个哈、哦，那这个 shokuji no jikan。哦，休库吉吃饭嘛，哦，所以你那个休库吉的吉干就是什么？吃饭的时间，哦，那你头颅是，哦，取得吃饭的时间，哦，就是 A 我们的店的生意太好了，好到说，哦，头颅是拿到嘛，我拿到吃饭的时间是我有吃饭的时间，那头颅是我拿不到吃饭的时间，就是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哦，这个意思哈。哦好，所以这个 kodo ma aru 是有时候会有偶然会有什么状况这样子齁。好，那我们看回来齁。那我们比较常用的什么动词过去式 kodo ga aru 是有做过什么事情的经验。齁，动词过去式 kodo ga aru 是有做过什么事情的经验。齁。OK, 齁。好，那你动词不是过去式齁，是这种未来式基本体是这个。哦、是那个、欸、有时候怎么样、哦、所以这两个差很多、哦、所以你这边 kodo ga aru 就是有时候、哦、所以有时候会这个喷嚏会飞出来喷嚏、哦、会飞出来喷嚏、哦、会冲出来而且是发出哈库熊的声音喷嚏飞出来、哦、有没有看到、哦、所以我们抬头看那个天空、啊、有时候就、哦、很清亮的天空很亮的天空、哦、那我们说就哈库、哦、的话我们就会打喷嚏、哦好，往下看，本来哦，本来库虾米哇哦，本来这个喷嚏是什么？哈纳尼害打一步子哦，是什么？进入鼻子哈、哦。我们的大主词是库虾米哈，我们的大主词是库虾米。然后你这边是第一子句哈、哦，那英文是讲什么？这个是第一子句哈、哦，第一子句啊、哦。OK， 好，所以本来这个打喷嚏是什么？哈纳尼害打一步子齁就是进入鼻子的一些气齁、哦、有一些异物啦像什么有那个蚊子跑进去齁、哦、有时候蚊子跑进去有没有诶齁、欸哦、有时候我们骑摩托车齁骑、哦、很快然后那个虫还是蚊子就飞过来齁、哦、就跑到你鼻子里面去齁、哦、有没有
哎，这个以前常常骑那个摩托车，然后哦冲70公里，要跑去其他地方上课程这样子，哦，所以进到鼻子的这个异物有没有？哦，是把哈，把这个进到鼻子的异物有没有？哦，hosa deki 哈，它这个发很特别哈，我们一般的发都是念什么？都是念哈兹，我们的那个发一般是念哈兹，哦，那这边是念 ho 哦。这个比较特别，对，那这边是促音哈，所以 hosadeki 呢，哦，这是什么会发作的哦？我们哦，本来是什么打喷嚏是进到哦有那个异物哈，进到鼻子里面哈，那我们身体就会发作哈，我们鼻子还是身体就会发作哦，OK 就会发作哦。那 deki 加呢加动词哈，那 soto ni hosidaso toshite okoru。含下温度底下路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osi das 就是推出去哦，推出去哦，推出去。那我们后面改成 so toshite 是什么 我们这是意字形加 toshiru 是想哦，意字形加 toshiru 是想。那我们 das 改成意字形这边的 das，我们说五段动词是动词第五段加五哦，数一下 sashi se so 哦。哦，OK，哦，所以我们改成第五个是 so，然后加个 u 就是一字形。那我们一字形加 to 十五就是响，哦，就是响。哦，OK，好，然后所以就想要把它推出去，哦，想要把它推出去，哈，okoru 所发生的含虾问斗的一个反射运动，哈，他说什么？本来我们打喷嚏是什么？鼻子里面有跑进去一些。异物哈，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我们身体就会发作的哈，就会有发作的，就会想要把这个东西向外推出去哈。受动力是往外面，所以我们就会想要把它从外面这样推出去啊，只是应该是喷出去，我们就会想要把它喷出去啊。所发生的哈，自动词所发生的哈，所身体所引发的一个反射的一个运动哈。好，那我们来欣赏我的反应哈。哦，我们的大主词是打喷嚏，哈，是什么？第一句是把身体会把进入鼻子的异物，哈，然后身体会发作的，哈，想要把这个异物往鼻子推出去而发生的反射动作。哦，那我们意字形加 to 时是想要干嘛？哈，那我们看第二子句，哈，这边就第二子句。哦，你大主词都是 kushami 嘛，都是打喷嚏嘛，那你第二子句，哦，他说什么？hokori nado，哦，hokori 是什么？这个很会考哦，hokori 是灰尘。哦，我们写个 i 嘛，哦，哎呦，本什么那个 i 嘛，哦，i 就是灰尘嘛，哦，hokori 哦，他们是写 i 不是写灰尘哦，要注意就是灰尘，哦，尘埃嘛，有听过尘埃就是灰尘嘛，所以 hokori nado 哈，什么灰尘 nado 什么等等的哈，等等的东西哈，然后刚刚强调这些，强调主词是哪一个？强调说这些灰尘等等东西。哈那尼嗨塔里哈，好，我们这个塔里死路是什么？塔里死路，我没有讲过什么哦。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哦，这四级句型嘛，或怎么样，或怎么样嘛，有没有？没有这个四级的哈，我们这一本一定是要你四级考过，要考三级的哈。所以哦，哈那尼嗨塔里，哎，有时候这个灰尘等等的东西，它跑进鼻子里面哦，那有时候怎样？直没带 cookie 哦，什么很直没带是很冰冷的冰冷的空气哦，十一 com 哈，这个我们又来了哈，我们说你动二加 com 哈，绝大部分是什么？哦，动二加 com，绝大部分是那个 into 的意思，进入的意思嘛哈，那你我们有讲过，你15是抽烟哦，吸进去的那个 OK 啊，那十一 com 就是什么？吸进去哦。所以这边吸进去啊，是指什么？是指鼻子吸进去啦，哈，不要乱想哦。所以这个鼻子如果吸进去这个冷空气，有没有？然后它的食物，有时候你鼻子如果吸进那个冷空气，有没有？口头噶，的这些事情，说有时候是异物进到鼻子，或者是或者是冷空气，你看这边是这样的，这冷空气吸进去，但是这边是鼻子嘛，吸到鼻子里面去嘛，没有，就这些事情，好，kikake ni naru 哈，好，这个 kikake ni naru 是契机哦，有什么因缘还是什么契机哈？这是二级句型哈，哦，kikake ni 哈，这是二级句型哈，有什么契机，有什么因缘哈？那你这个 naru 是变成，所以变成了说有这个契机，
变成有这个因缘哈。OK， 哦，那我们这好像翻契机跟因缘好像太重了，你可以翻原因啦。哦，比如说皮卡卡伊纳鲁，通常你看到它的例句是说啊，因为我滑雪，然后我跌倒哈，然后我摔断腿，然后我住院哈，我骨折我住院，然后嘞，然后因为这个契机哈，那我就认识那个哦照顾我的护士小姐哈，那我就跟那个护士小姐成为男女朋友。哦，这是我哪一本书的例句哈，懂哈？哎，就说哎，我上礼拜去北海道滑雪，结果跌倒，然后我什么，我这个骨折，然后我就住院哈、哦。什么？先修北海道的 ski 的哈，上个礼拜我在北海道滑雪，然后什么 ？OK 哦，哎，就可以照了哈、哦。你看，先修北海道的。ski 是的哈，所以我在上礼拜我在北海道滑雪，怎么样？ski 哈 ，ski 是那个哈，哦 ，ski 的哦，哎、欸，我上礼拜在北海道滑雪哦，然后，哦 ，OK， 然后嘞，哦，然后我受伤了，哦，受伤怎么讲 ？kika 啊 ，kika 啊。这个是的哈，然后我受伤了，然后我扭音啊，所以我就入院了，哦，我就住院了哈，扭音，对，我就住院了，然后什么，哦，啊，扭音，哦，是的哈，卡卡给对哈，扭音是的哈，过去式，因为你卡卡给卡卡给算名词，所以把它当名词接哈，所以，啊，我就入院了哈，我就住院了哈，我就住院了，啊，那住院的这个契机，哦，哦，卡卡给，哦，扭音是的。キカケ、あ、入院した、あ、キカケ、あ、キカケに、哈、我就因为入院了，所以我有这个契机，哦 ，OK， 然后我就可能就是哎、欸、认识，我就跟里面的护士成为男女朋友，类似这样找，但是这个都是想象啦，哈、哦，这个一般护士都是很凶的，哎、欸，好，这样 OK， 好、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哦好，所以 Kikake 那我说有这个契机、哦、所以变成那个契机，那重点是什么的契机？他说哎、欸、有变成说这个契机嘛，啊 ,so 在后面是听说嘛、哦、所以我就怎么翻、哦、他说有时候灰尘进入鼻子、哦、有时候这个鼻子吸入冷空气、哦、会变成是打喷嚏的一个契机啦、啊哦、那你翻契机有时候你觉得哦好像太重了、哦、你可以太重的话你可以翻原因啊、哦哦，原因哦，原因哈，那、啊、翻有时候也可以翻因缘哈、哦，那因缘好像也太重了哈、哦，所以你要去修饰一下那个比较顺的翻译哈、哦，因为翻契机好像打喷嚏好像很严重的感觉，好、哦，好，叫他们，哦，所以它的这个什么，它这个是构造是这个是大主词哦，然后这个是第一句哦，在叙述大主词的第一句哈、哦，然后这个是。第二句啊、哦，第二句啊、哦，第二句说这个打喷嚏的契机就是有时候东西跑进鼻子里面哈、哦，然后它变成打喷嚏的契机。那进入鼻子里面，我们想要身体会有一个反应，想要把它那个异物用出来哈、哦，喷出来这样子就会变打喷嚏。哦，但是しかし，但是空を見上げて哦，出るくしゃみは有没有？好，但是我们抬头哦，見上げて是我们抬头看天空。哦 ，delu 是跑出来哈，好、哦，为什么要用 delu？ 好，他们是这样哦 ，kushami ga delu，kushami ga delu 就是喷嚏跑出来。好、哦，那我们用 delu 是自动词哦，自动词是这个东西它自己怎么样？哦 ，OK， 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是用 das？ 哦，我们 delu 是自己跑出来嘛？啊 ，das 是我们人把它拿出来哈、哦、，das 是他动词，他动词是人去把它怎么样？哦，人去把它拿出来叫 das， 啊，自己跑出来叫做 delu。哦，那你为什么不用 das？ 哦，我们人是不是故意我们去把喷嚏打出来？不是嘛？你用 das 的话，日本人听到就会觉得人故意去把喷嚏打出来，还是你用 das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故意把喷嚏打出来，另外一个是强调人在打喷嚏，强调哎，一个是人故意把喷嚏打出来，或者人。有我看那个主持我要强调说人在打喷嚏，因为就是在讲那个人。那 delu 的话，他的焦点是喷嚏喷出来，他是看那个喷嚏喷出来，他不是看整个人。哦，这样子有没有？还有类似的什么 seki 跟 delu，seki 跟 delu 说啊，咳嗽跑出来嘛，咳嗽也不是人自己故意要咳的嘛，懂吼？你如果用 das 好像是
人故意要咳的，还是你的主持你看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在那边打喷嚏，你就是要强调那个人。你用他动词是要强调那个人的动作，而不是强调，好吗？好、哦，强调那个喷那个咳嗽本身。好、哦，所以你用自动词的话是强调咳嗽本身。哦，好、哦，这样好不会分。所以 stay here, stay there 还有什么？哈那咪子，哈那咪子啊，鼻水啊、哦，哈那咪子个 stay there 啊，鼻水跑出来哈、哦、，OK 啊、哦。所以你这边什么生什么病什么，哎，鼻涕跑出来。咳嗽跑出来，鼻水跑出来，这边都是用自动词的 delu、哦、正常情况用 delu、哦、除非你要强调那个人是故意的，还是你的主你要强调是那个人、哦、的话，你才用他动词、哦。所以你这边是 kushami ga delu 什么啊？喷嚏跑出来、哦、就喷嚏打，所以就打喷嚏、哦、他啊说，但是、哦、那我们抬头看天空 delu 哦 delu kushami、哦、我们打出来的喷嚏，哇，是强调后面。哦，看一下什么？哎、欸，我这边打了两个哇，我看一下。哦，是我这个打错了怎么样？嗯，都打一个哇，都打一个哇。哦，所以我们这个打出来的这个喷嚏是什么 ？Hikari no hansha window da。哦，他说我们抬头看天空，打出来喷嚏，它是我们人体对光的一个反射动作。哦，但是抬头看天空打出的喷嚏是身体对光的反射动作，哦，反射运动有没有？好，我看一下 ，hikari o torikonde ru kikan wa hana de naku。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一句比较难是这个 torikomu 哈、哦，啊 ，torikomu 就拿进去。哦，我们说这个连接型加 komu 有进去的意思嘛？那你 toru 是拿嘛？可是你要改连接型，连接型是 tori， 所以 torikomu 就拿进去。所以我们就翻收进、拿进、拉拢、贿赂。好、哦。如果是拉拢的话，是把人拿进来啦，哦、要把那个人拿进来哈、哦。第二个是我们看 ，sendaku mono o torikomu 哈 ，sendaku mono sendaku 是洗衣服嘛，洗衣服叫 sendaku mono 是我们洗好的衣服、哦、或者是要晒的那个衣服哈、哦。OK， 要 sendaku mono 两个意思，一个是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洗好的衣服。那 torikomu 是什么？拿进来哈、哦，所以说把那个衣服拿进来了，把那个洗好衣服原本在外面晒，然后把它拿进来哈、哦，所以。把晒洗的衣服拿进来，有没有？好，下去。金心哦，斗笠口母哈，把人心拿进来就什么？贿赂人心哈，哦，笼络人心呐，好，不要翻贿赂，笼络人心，有没有？好，下去。Hikari 哦，斗笠口母是吗 ？Hikari 是光嘛，那我们把光拿进来了，然后就是采光啦，我们把光采进来，或者是什么捕抓光线，还是采集光线？哦，这个意思哦，把光采进来哈。好，那我们看一下。Hikari o torikon deiru 哈，说哎呦，那、啊、这个我们改成 komu 嘛，改成这个 teiru 是长时间的状态，所以我们去采集光线的这个、哦、感知光线哈、哦，采光的那个器官 ，kikan 哈、哦，人体的器官 ，hana denaku 哈、哦，并不是鼻子哈、哦，并不是鼻子、哦、我们这有讲过嘛，我们这讲过很多次哦，因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被 hana denaku？ 因为原本是 hana dewanai 不是鼻子哦，没有，那我们说。你还可以怎么变哦？哈那得瓦奈嘛，但是我现在要点一点的话，我们说你点一点的话，你要把它变忒形嘛，哦，你要把它变忒形哦，所以你就会变哈那得瓦那苦哈。好，奈的话算异形容词嘛，那你异形容词要变忒形会变那苦得嘛，所以哈那得瓦那苦得，好没有？那我们说比较高级文章的话，你可以再把忒给去掉哈，比较难文章你可以去掉忒。哦，那他们觉得这样太长的话，还可以再去掉哇，所以变哈那得那库是这样来的哈、哦。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好、哦，所以哈那得有就不是哈、哦，所以我们去采我们人体去采光哈、哦，去采光啊，采、哦、集啊、哦，去感应光，去把这个光采来的这个器官，并不是鼻子，是眼睛嘛。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什么？哦，就是我们中文叫感官器感觉光的那个器官哈。哦就眼睛嘛，还有一个是什么？里面有没有什么？里面有个松果体嘛？我们这里面有个，哦，这个这样子有个，里面有个松果体嘛？有没有看到画面？哦，这个往下，然后往下，松果体也可以感觉到光嘛，就是退化了嘛。哦，那听说练打坐哦，一直练打坐，哦，你的松果体会活化，然后你会开第三眼。哦，最近网络上很多这种影片嘛。哦，可是我有试着打坐的，我打个几分钟我就睡着了哦，因为打坐很好睡。
所以就变成很好睡哈，但是看不到我看不到什么哈，啊、哦，可能打坐不够久哈。然后 may nano 你哈是什么 ？no 你是明明怎么样却怎么样哈，所以明明是眼睛呐、啊，然后说哦，明明是眼睛呐、啊，说什么说什么感官器官它不是鼻子，感官器官是什么？明明是眼睛。那我们名词加 no 开头 n 开头的句型哈。我们讲过你名词现在是哦，还是那形容词现在是，你只要加 no 开头的句型还是 n 开头的句型，你要应变换个中间换个 na、哦、这个讲过很多次了。所以 may na no ni、哦、no ni 是明明怎么样却怎么样、哦、所以明明眼睛才是感什么才是感官器官啊、哦、才是采集、哦、采收那个光的器官，明明是眼睛、哦、然后什么却、哦、我们说第一句翻明明，第二句翻却、哦、no ni 的话第一句翻明明，第二翻却，却怎么样那ぜ那ぜ是为什么くしゃみが起こる为什么会发生打喷嚏 no 是强调打漏卡是嘛、欸、为什么会呢、哦、为什么明明是眼睛嘛，明明感觉到我们抬头看的话我们感觉到光、哦、我们感觉到光，那光接收的 是眼睛是器官嘛，那你应该是眼睛有反应 啊你怎么是鼻子有反应，你怎么是鼻子在打喷嚏、哦、为什么是鼻子在打喷嚏，好，我们看懂。好，为什么？他说 ，me kara no 哦，从眼睛的 mabushi 哦 ，mabushi 是很亮、很耀眼哦，眼睛看不太清楚，那个叫动作叫 mabushi 哦，就是很耀眼、很刺眼，叫做 mabushi。好、哦，那通常是我们抬头看太阳的时候，哦 ，mabushi 还可以什么？我们看那个钻石哦，钻石那个灯很亮的时候，也可以讲 mabushi 哦。好、哦，那就。还可以形容人啊，形容人就是哦，这个人哦，譬如说他啊、哦，这个最近有、哦、没有哦，最近啊、哦，譬如说某个球队某个球星哦，马布西就是说什么哦，他表现很抢眼很耀眼哦，类似这样哦。好，所以メカラのまぶしい投球スケキ哈，所以从眼睛的这个很亮的哦，投球是什么？所谓的还是这个哈的投球。所谓的叫做还是什么，还是说那我们直接翻这个、哦、所以这个刺激、哦、眼睛会有那个啊好亮好麻布细好亮好耀眼、哦、很那种刺激、哦、光线很亮的这个刺激、哦、那是对人体的刺激。 No 你是对象， No 是大脑、哦、所以是大脑、哦、自他挖乳、哦、好你看一下，好自他挖乳是自动词传达转达，那你知他 A 鲁是两个不一样哦。哦，看一下哦。好，这个是他动词，这个是一段音自动词，这个是四段音他动词哦。不是绝对，但是很大部分是一段音会自动词，四段音他动词。那你他动词，我们说他动词是人去做什么动作嘛？人去传达还是转达嘛？哦，懂哈？人去传达转达说，哎、欸，玛丽，你帮我传达哦，你帮我转达说，哎、欸，跟佐藤讲说怎么样的、哦，什么？跟佐藤讲说，明天我找他决斗了没有？哦，有没有？然后你叫他带选一把武器，我去跟他决斗哦。然后，哦 ，OK， 类似这样，有没有？指他有是人去转达嘛？哦，有没有？那自动词是这个自动词是什么？这个东西本身会传达哦。写下自动词是这个东西本身会传达，有没有？譬如说这一幅画哦，这一幅画它会传达。有没有像什么那个欧洲很多那种什么圣母啊、圣子啊，还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啊？那耶稣基督的画像，它这个画本身会传达那什么爱呀、啊，哦，还是光啊，还是什么和平啊？有没有，本身会这个字画本身会传达什么、哦？这个东西本身会传达什么？叫指他挖乳。哦，有没有？所以他说，从眼睛来的这个麻布细的这个人体感官的这个刺激哦，它会什么？指他乳是说这个东西会传达到脑哦，我们有、哦、没有我们、哦、好亮好亮、哦、好亮这个讯息，这个刺激的讯息我们会传达到脑哦，传达到大脑这边。途中で途中で什么就半路哈、哦，要传达到脑哦，半路啊 day 是在哈、哦，要传达到名词加 day 断句，传达哦要传达到脑嘛，这半路怎么样哦？途中就半路，传到一半怎么样？那这卡哈，那这卡是我们这一课教具，不知道为什么哈，那这卡是唔知为虾米啦，哦，就是坏哦，不知道为什么，哦，不知道为什么哈，
花からの刺激を受け取ら、哦、受け取られるからだ。哦，所以なぜか哦，不知道为什么，原本要传到大脑，不知道为什么，哦，从鼻子の刺激，哦，从鼻子的这个刺激，と哦，受け取られる哈，关键是这个字哈、哦。好，我们这个受け取る是接收到哦，还是哦意会到什么，领会到什么哈、哦？那我们这边就是原来意思，受け取る就接收到，那我们改成受け取哦，我们是哦，受け取る是接收到嘛哈、哦？那我们这边改成受け取られる哈、哦，我们有两个意思哈、哦，一个是上下一段去入下来有的被动，还有尊敬哈、哦，所以被接收到哦。OK， 还有什么？哦，被接收到哦，被接收到，还有那个能力型啦、啊，哦。啊、哦，譬如说台北鲁是吃嘛，哦、那个台北拉雷鲁哈，那你拉雷鲁第二个是被动哈、哦，被吃，然后能力型是什么？会吃能吃啊、哦、，OK， 那你这边是应该是能力型啊、哦，所以是什么？哦，是被接收到哈、哦，会接收到，能力型的会接收到嘛，哦，还是能接收到嘛，哦，所以会接收到哈、哦，所以什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哦，原本是要传给大脑的，这个刺激原本是要传给大脑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从鼻子。就会接收到这个刺激啊，看它是因为哈啊，芝麻里，芝麻里是也就是说，心肝啊，心 K 哈，心 K 是我们那个人体的神经哈，神经的。好，这个做动就是动作，沙斗就是动作，那国沙斗是什么？国沙斗就是错误的动作哈，第二五是四哈，好，说说，不知道为什么哈，会从鼻子。哦、然后来接收到这个光线刺激的讯息、哦、这边应该是我可以投来就是会接收到、哦哦、原本是你要传到大脑应该是大脑接收到这个讯息嘛、哦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变鼻子接收了啦、哦、不知道为什么鼻子接收到了、哦、就是也搞不清楚、哦、所以那芝麻也就是说啦神经的错误动作啦、哦、原本你那个很亮是要那个眼睛做反应嘛，可能眼睛张不开还是眼睛流眼泪，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说这个鼻子哦，不可以投来如何被接收到哦，还是会接收到，还不知道为什么就从鼻子会接收到这个刺激哦，所以。就是神经的错误动作哦，也就是说神经的错误动作，也就是说神经传错了啦。原本是眼睛接收到刺激要传到大脑、哦、然后大脑应该在怎么样？哦，大脑应该要传到大脑嘛，结果那个路线不知道怎么样错误了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哦，因为不是独一的，我不知道。结果这个刺激跑到这个刺激的讯息跑到鼻子去，就变成鼻子有反应啊，鼻子有反应就变成说打哈欠，哦，就变鼻子在打哈欠哦，所以这是很奇怪。哦、就是出现 bug 啦、哦、人体出现 bug 了啦、哦、那要叫上帝修理一下、哦、上帝看有没有那个什么七天保护期、哦、就是哎、欸、这个错误了、哦、请上帝，你上帝造人嘛，请上帝退回去你修一下嘛，你要修理一下，这出现人体 bug 哈、哦。这句 Hiruma 是什么？中白天哈、哦、，Hiruma 就中午啊哈、哦、，Hiru 是中午还有白天，那 Hiruma 这个字是白天，白天的时间、哦、白天的时候。A 卡感卡拉索多尼 data 托丹尼哈，好，这个托丹尼，我们上次剧情有教嘛，刚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刚怎么样就怎么样嘛。那我们说托丹尼的下一句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那种感觉嘛，会有预料不到的感觉，还是意想不到的感觉嘛？哦，所以有人会翻突然啦、啊、哦，刚怎么样就突然怎么样了、啊、哦，就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那种感觉啦、啊。哦，在前面。头单令是刚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的下一句通常是他那个预料不到，哎、欸，有没有？我不刚出门就下雨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吗？哦，有没有？刚出门就突然下雨，哦，那就下还有点哎，预料不到，有点吓到那种感觉，叫用头单令。哦，所以这个白天哦，从这个电影院收到你 data 哦，要改，那你头单令前面动词要过去式哦，接过去式，所以你出往外走了哦，你出这个电影院的时候，哦就。刚出电影院，哦，托丹尼发现刚出怎么样？刚怎么样？刚出电影院，库夏米跟奥克鲁，你就发生打喷嚏。No more, onaji 理由打哈，也是相同的一个理由哈、
也是相同理由。为什么？我们中午嘛，嗯，他说这白天电影院怎么样？电影院里面都黑黑的嘛，哦，看电影都黑黑的，不知道为什么黑黑的哈。那你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哦，外面好亮哦，外面好亮又怎样？你眼睛受到刺激嘛，刺激就鼻子这边打喷嚏嘛，哦，上面讲的嘛，也是相同的理由嘛。哦，口哭奈改哦，好，国内叫口哭奈，啊，国外叫口哭改，那我们两个合起来叫口哭奈改。No， 求杀爹瓦哈，在国内外的调查，好、哦，你三瓦里，你三瓦里有两三成哦，20%、30%，两三成。No hito 哦，两三成的人，你是对象啊、哦，对象是有两三成的人。哦，好下去，西卡库哦，好，有这个自觉症状哈、哦，自觉症状是一个医学名词啊哈、哦，我看一下。好，我们把这个用过来、哦、好，这样子、哦、好，自觉症状是个就是自己有察觉什么的症状、啊、这是个医学名词、哦、那我们看一下、哦、这我是网络上查的、哦、感觉到自己生病、哦、身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情况、啊哦、就是我们如果哎、欸，我不知道网络上都这样翻哦。那如果我最近看电视嘛，就翻什么有病逝感呐、啊，有感觉到自己生病了、啊，有察觉到什么情况啊？就是有我们如果翻有病逝感会更中文哦。好、哦，就察觉到某些状况哦，知道自己生病。哦，像我那个我老爸是老人痴呆症死的，好、哦，所以我现在是几岁，我也有时候会觉得哎。欸我是有时候有些什么事情忘记什么的，我就会察觉到，哎、欸，我怎么忘记那个，忘记这个、哦、所以就是有病逝感、哦、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那个老年痴呆症的那个状况、哦、所以这个自觉症状就是感觉到、哦、自己身体有哪些不舒服，身体有哪些症状、哦、那就是哎、欸，就是哎、欸，就是好像觉得自己生病了，这个叫自觉症状。好、哦，那我们这边呢，他说在国内外的调查、哦、有两三成的人、哦、他会有这个自觉症状，头晕啊累乳。但是你哦，所以在国内外调查有两三人会有自觉的症状，但是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一句你这样翻就会翻不出来啊！这是什么？他是说有两三成的人会什么？从这个哦抬头看天空很亮，他会打喷嚏，他会有自觉，他会对他自己这个状况是有正觉的。哎，为什么会打喷嚏？他会察觉到为什么会打喷嚏？那有六七成的人他是没有觉得哎。他就出电影院看到太阳很亮，突然打个喷嚏，但是他没有那个，他觉得、欸、他觉得没事，因为他、哦、只有两三成比较聪明的人会、欸、察觉到、欸、为什么会打喷嚏、哦哦、所以两三成会察觉到自己身体有这个状况、哦、自己打喷嚏的状况，就这两三成是比较聪明的人、哦、下去 Dokoro de 是什么？换个话题，日本語で、哦、在日文くしゃみをアラワス哈，哦，就是表示哈、哦，表达哈，所以说在日文哈、哦，要去表示这个喷嚏 ，otowa 的这个音哈、哦，要表示喷嚏的音哈、哦，我们这个叫做拟声语啦，哈、哦，要表达喷嚏的音就是 ，iongo 哦，抄起来哈、哦、，iongo 就是我们讲的拟声语哈，那、哦、是日文呢，不是中文哦，我现在讲的这个 iongo 日文也有。拟声语哦，拟声语是什么？模拟那个音的发音啊，哈、哦，没有。譬如说，狗就是汪汪啊、哦，猫就是什么？喵，猫就是喵啊，狗就是汪汪，有没有？哦，这是叫拟声语嘛？哦，对不对？哦，所以他说在这个哦，但是他因为他这是三级的书啦，他比较没有写到这么难的单字啊，哈、哦，所以他说要表示这个哭虾米哈，这个喷嚏的音哦，在日文里面是什么？哈库啊，西欧修哈，嗯，哦，哈库熊哦，要表示日文打喷嚏的那个日文的拟声语，正确拟声语是哈库熊。啊，一般 deki 哈，一般 deki 就是一般的状况哦，一般的状况大概是四哦，一般的那个状况哦，在标准的日文里面，你要表示打喷嚏是哈库熊哦，懂哈？哦，但是不像嘛，但是不像嘛啊、哦，但是実際の音は。都打漏嘎哦，但是实际上的声音是怎么样呢？但是实际上这个喷表示喷嚏的声音是如何呢？有什么？
Hakusho 有这个 Hakusho 有没有？哦 ，Hakusho 有 Hakusho 还有什么？哦 ，Cushion 哦 ，Cushion 哦 ，Shushu 哈 ，Shun Cushion Cushion 哦有 Hakusho Hakusho 哇 ，Hakusho 哈 ，Hakusho 有 Hakusho 跟什么 ？Hakusho 跟哦 ，Cushion 跟 Cushion Nado 哦，这些就是。伊多尼有得萨玛扎玛德亚鲁哈，哈，这是一个句型哈，这是一个考点。嘿，好，那我这边没有教，我教一下哈。这个那个尼尤鲁是鱿鱼哈，尼尤鲁是鱿鱼啊，写下鱿鱼，不是吃的那个鱿鱼呀、啊、哈，不是我们什么鱿鱼游戏，不是吃的那个鱿鱼，鱿鱼怎么样啊？还是翻游哦，你也可以翻透过哈，透过会更中文。哦，但是我们字典都翻鱿鱼还是有哈、哦，但我喜欢翻透过，透过就更公文。哦、那你这边这个句型是名词你有得，哦，好、哦，鱿鱼什么的不同而不同，写一下，鱿鱼什么的不同而不同，这是一个惯用句型哦。哦啊，譬如说最常讲的哈，苦你你有得，哦。欸、由于国家的不同，食区文化哈，什么饮食文化跟西加伊吗？西加五是不同啊，所以由于国家的不同，所以它饮食文化会有所不同。哦，哦，你中间前面在哦，你这边在底下加不同会比较烦，说由于国家什么的不同，所以你饮食文化会有所不同。哦，类似这样子哈。哦这是它的惯用句哈，你以后很在很多文章里面看到这个句子啊 ，OK， 会看到你烦，看到你想吐哦。那你这一句很明显什么 ？He don't your day 是什么啊？由于啊不同的人哦，所以什么 ？Sama zama de aru 哈，好，这个 Sama zama 就是各式各样的哈，你看一下 ，Sama zama 就是一摞一摞哈，写一下 Sama zama 汉字写样样啊，就是。就是等于一兜一兜啦，就是一兜一兜各式各样的啦，但是它是比较稳的讲法，哦，好写一下，各式各样的还是各种的哈、哦，要用那个红色的哈、哦，所以一兜一兜得是由于不同的人，然后它会有各种的什么对于这个喷嚏的拟声语哈、哦、，OK 哦，了解哈。哦为什么会有各种对不同的会有各种拟声？因为第一个原本的日文的这个拟声语的是什么？念 Hakusho 其实不像，所以不像的话，这个拟声语不像嘛。原本日文正统的喷嚏的拟声语是 Hakusho， 但是很不像嘛，所以不像的话，所以其他人才会有其他的讲法。如果你原来的拟声语很像的话，像狗叫汪汪嘛，狗叫汪汪嘛，所以。为什么狗的拟声语其他全世界都叫汪汪？为什么很像？所以不容易再有其他的拟声语。可是你原本这个拟声语如果很不像的话，你就在产生一大堆其他的哦，因为人家会觉得、欸、你这个不像，所以人家用更像的来模拟这个有没有？好、哦、，OK。那面白いコドニ哈，好，这个是我们剧情有讲过嘛？你这个形容词加コドニ是很什么感叹词是什么的样？是怎么样的事哦？所以面白いことに是很有趣的事哦。くしゃみの音が、哦、くしゃみの音、哦、这个喷嚏的这个声音哈、哦。親子で、哦、在亲子里面哈、哦、そっくり是很像哦。デアロ是四啊、哦。トカ有两个意思哦。トカ一个是トカ一个是不确定的听说哦。那トカ一个是举例说明哈、哦，什么之类的哈。哦哦、什么举例说明什么啦什么啦、哦、接下来、哦、举例说明什么啦什么啦、哦、OK、哦、那因为同一个型但是要有两个意思、哦、那你觉得这一边是哪个意思、哦、一个是不确偷移如果放在最后面是听说那一家卡是问他嘛所以不确定的听说啊第二个是举例说明什么啦什么啦哦，那你觉得带进去哪个意思比较像了没有？哦，那我觉得这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哦，这边应该不是听说，这应该是什么之类的哈。你两个都带看看，你觉得哪个比较顺哈？如果是听说，哦，没有，哎，我们两个都发，你觉得哪个比较顺啊？哦，那为什么比较不会是 toka？ 因为 toka 是不确定的听说，哦，不确定的听说嘛。啊，如果你用听说，哎，听说好像这个，哦，toka 就是，哦，听说好像啊，因为不确定的听说嘛。啊，听说怎么样啊？听说好像那个打喷嚏的声音哈，那个亲子都很像啦，爸爸妈妈跟小孩会很像，为什么？因为你爸爸妈妈从小啊，哦，譬如说妈妈带小孩，她从小讲那个喷嚏的那个拟音语哈，拟声语。妈妈都这样讲啊，小孩就怎么样？小孩小时候就学嘛，就学那个妈妈的那个讲话嘛。哦，所以亲子会很像，会一代传一代，就这个原因嘛。OK，哦，都好。所以第一个是 Toka 有这个哎，听说哈，哦，不确定的听说啊。第二个是什么之类的哈？哦，哎，说哎，如果是之类的哎，哦，哎，你亲子会很那个啦，或者是朋友啦，还是同学啦，还是亲戚啦？那就。因为亲戚朋友常小朋友，你小时候的什么那个玩伴嘛，青梅竹马嘛，哦，小朋友，哎，小时候你的朋友都讲这样讲那个喷嚏，啊，你就哎你就学他，哦，同才就学嘛，有没有？哦，还是你那个国家都这样讲，你那大家都一起就这样一起这样学嘛，哦，所以这个 toka 有可能是之类的，或者是不像啊，哦，说到这个喷嚏的发音哦，亲子会哦怎么讲会很像哦之类的哦，或者是听说啦，所以你看你要翻听说。哦，还是翻之类的哈，看你啊，哦，你觉得哪个比较像就可以了，好，哦，所以我们这边提供两个方法哈，你哦，学校，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就翻哪个，没有哪个一定对，因为翻译这种东西，哦，那我们这个就翻啊，长得很像啦，好吗？那举例说明，有时候。托卡托卡，他喜欢举两三个啦。那如果举一个的话，比较少哦。看你要放哪一个哦？那他这意思说，小孩子会去学习父母对于鼻涕发音的讲法啦。好，下去。クシャミの仕方に男女差があるほ。好，这个男女叫男女哦。那个差是差。差别差距哈，所以对于这个鼻涕的这个哈，打喷嚏的这个哈，男女会有所差距。好，那这边是西卡达啊，西卡达。我们之前有讲过，动物加卡达是什么？动物加卡达是什么？方做事做什么那个方法啦哈？哦，什么方式嘛？哦，比如塔贝卡达啊，什么吃的方法、吃的方式。伊卡达是什么？讲的方法哦，讲话的方式，讲话的方法有没有？米卡达哦，你看什么看法啦？哦，有没有？好，所以那我们食物是做嘛？那我们食物连接型是西嘛？所以卡达是食物加卡达是什么？做的方法啦哦，做事情的方法啦，好，做事情的方式。那它有汉字是写四方，那，啊，为什么写四方？工作怎么讲？工作写四事嘛？那为什么工作？工作这个事就是食物，就是做嘛，啊，做事情嘛，做事情就是工作嘛，懂吗？所以你这个食物改成连接成西的时候，它是有汉字是这个，但是哦，有一些词会写哦，所以西卡达的汉字写叫四方，会考抄起来哦。啊，这个西科斗哦，西科斗的这个汉字写四事哦，好，这个哦，啊，重点是这个啦，所以这个是什么？做事情的方法啦，做的方法啦，做的方式啊。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这边クシャミの仕方名词都名词哈，所以这个你是在哈，在这个打喷嚏的方法哦，男女会有差距哈，男女有差距是男女会有所不同啊，阿鲁是有啊，男女会有差距，男女会有不同，为什么？男生打喷嚏很豪迈嘛，有没有？有一些人哦，要打喷嚏就不遮的，然后哇这样子哈，要喷很远，还要故意去喷别人，有没有？那这种就脏鬼想要扁他哦。啊，女生打喷嚏会比较啊含蓄，还要遮起来哈，还要用笔，用什么？用 handkerchief 有没有？用这个手帕有没有？用手帕遮一下有没有？手帕 handkerchief 好，下一句，好，偷伊瓦雷鲁哈，被人家这样讲，哦，口斗摩阿鲁哈，口斗也有啦哈，口斗也有啦哈，哦，口斗是
口头麻烦就是也有啦，或者是有时候啦，齁，对，所以也有，所以有人会头一二就是被人家讲，被人家讲说，哎，男女打喷嚏可能不同嘛，那你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的人，那打喷嚏的方式可能也不一样嘛，怎么样？哦，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大家都戴口罩啦，那你打喷嚏还是咳嗽，大家都会哦，很恐怖哦，大家都会瞪你。哦，苦虾米哇，虾开嘎苦得起你么？哦 ，kill me 不开哦。好，哦，那你这个 Deki 是我们可以翻什么债啦，哦，Deki 你，哦，在这个社会学的，哦，在社会学哈，哦，也 Kill me 不开意 ，Kill me 不开意是很有兴有很深的兴趣叫 Kill me 不开意啦，所以这个 Kushami 哦，这个是有很深的兴趣哈 ，Sally Kensho 第二第二四哈，好，所以把身体在社会学方面哈，哦，那个把身体在社会学的方面哈，哦，在社会学上面还是社会学。上面哈，哦，也是让我很有兴趣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哦。OK， 好，哦，但是他这一句比较有争议是，这一句你可以体现出日文的缺点，因为他这句没有写哦。Kyomi 阿姨哈 ，Kyomi 你叉叉你 ，Kyomi 阿鲁是对什么有兴趣？哦，叉叉你 Kyomi 阿鲁是对什么有兴趣？啊，哦，接下来这个是一个片语。对什么有兴趣叫叉叉尼丘米嘎阿鲁，对什么有兴趣，那你有一个要注意的齁，这个叫做修米，这个叫丘米，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中文都是翻兴趣，但是意思差很多，修米是有去从事的兴趣，然后礼拜六礼拜日会去玩什么休闲活动，那个叫修米，有从事的有去做的叫做 Shumi， 那没有从事的叫做 Kyomi 是哦，有点打错 ，Kyomi 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但是我没有去做，哦，这个叫 Kyomi， 所以叉叉你 Kyomi 加入，我对这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我没有去玩，哦，这个叫 Kyomi， 那我有礼拜六日的休闲活动，真的有去玩的叫 Shumi， 哦，所以叉叉你 Kyomi 加入是我对这东西有兴趣，哦，那你现在改成。求你不开意是什么，哦，我对这个东西有很深的兴趣，哦，OK， 按摩是也，哦，所以不虾米蛙，哦，这个打喷嚏，哦，在社会学上，哦，也是很有兴趣，哦，那这边的对象可能是我还是人，哦，这边的对象有可能是，欸，我很有兴趣，或者是、欸，让我很有兴趣，或者是让一般民众很有兴趣，哦，这边可能是让我还是让一般民众，哦，因为他没有写出主词来，所以你看你觉得哪个比较顺就去翻哪个，这是日文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不会很明确的写出主词。我们中文一定会讲我、你、他嘛，所以我们会很清楚是谁对这东西有兴趣嘛。但日文它这个东西省略，所以你有时候到底哎、欸、这个哦，他说哎、欸、社会学上人们对这个也是很有兴趣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在这个生理现象呢，人们对它很有兴趣，然后因为他可以看到什么哎、欸、男女的社会学上男女打喷嚏也不同啊，还有他的。很多不同的人，他对这个打喷嚏的女生也发言也不同啊，然后社会上不同地位的人怎么样啊？啊，打喷嚏可以喷多远啊？速度多快啊？然后可以传播什么细菌什么一大堆的，有没有？哦，所以这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让人很有兴趣哦，还是让我很有兴趣哦？他这边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我觉得应该是让人比较有兴趣，会比较那个哦，比较有可能哦，好，哦，因为所以在社会学上哈，也是让我哦很有兴趣的声音的一个声音现象。或者在社会学上打喷嚏这个生理现象也是让人很有兴趣的，啊，因为倒过来翻在社会学上 OK 打喷嚏打喷嚏这个生理现象也是让人很有兴趣的，好，这样子，好，那这一篇就上来这里，谢谢收看 Morai Morai